两位师叔，各位常住法师，还有各位莲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自从学佛啊，参加很多的佛七、禅七，大致来讲，我都勉励自己要有始有终啊，不要落掉任何一支香。那这一次的佛七，我是觉得很惭愧的，就是。中间就跑掉一段，然后到昨天呢，我就重新再回到这个参与的现场。那我一直后来就在四楼，我没有在三楼。那这个八个月来，我一直为我的脚而所困扰。那这个脚可能免疫系统不好，或者是回流系统有问题，所以我就不能够。久站，所以在前一阵子的话，我认为说我已经好了，所以第一天的话，我就很认真，从早上四点，然后到站着坐着，等于没有休息嘛。我们这个法会大概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大概到下午四点那一支香完以后，就开始这个又不行了哦，因为回流不行，所以你脚踝的那个地方啊，就容易肿胀，那肿胀以后那边的。皮肤呢就干裂，就会裂开，那裂开以后，整个血水呢就会开始又渗出来，又开始又感染，所以我就因为已经有五次，就是好又坏，坏又好，已经循环有五次了，所以我就变有经验，跟快到临界点了，所以我就很四项，我就不敢再勉强，所以我就赶回台北，然后。开始就一个简单的疗程，好，所以我到昨天，我一直心念的，还是认为说，因为我想说来，奇怪，我怎么众生都没有人找我，我要离开的时候，结果还走到半路以后，众生发现到说你不见了，哇，就开始就这很多人就一直找啊，那当然我们也很惭愧，也很心酸，因为他没有跟你誓言解结啊。他就不能登上法船，所以他说，尽管他以前怎么恨我，怎么讨厌我，他如果没有跟我这个誓言解结以后，他的恨意还在，他就不能够带往西方，所以他就说，他也所以很多的众生也，他尽管很多的恨还不能抹平，但是呢，他又必须跟他的仇人寻求一种和解，虽然是不愿意，但是又也不得已，所以他们的苦境啊。有时候也不是我们能理解，所以尽管他们会比较凶悍，或者比较讲的话不是让我们能够接受，但是我们也必须广纳。如果说以护卫这个立场护卫的情况，其实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心境的一面镜子，所以你多一点同理心呐，我想应该你也会比较心平气和。那我这个五六次，自从大概八个月以前，我有一次上台分享的时候，大概就有一阵我的血压就降到88跟40、45，连续有大概两三天。那当时的杨医师听到我在上面分享，他说林老师你这样子的话，你是我病人，我就赶快把你送到医院去了。这个可能会有休克啊，会有败血症啊，我不晓得。好，那可能我的原因可能还是一个回流系统。可能出很严重的问题，那后来这一次的话，在一个哲恩师姐那边也出来讲，她说我大概这七八个月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个命的一个关卡，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命的关卡就会走掉，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这边有学佛一些护法龙天的加持，还是我们有一些布施。所以也让我们的法身慧命啊，就是也能够延续啊，所以我今天才有这个机会啊，可能再跟各位分享啊。那今天我所想各位分享的是，其实这个我都没有想过，可能是我们的思维观想可能都很粗糙，并没有办法去更深一入、更深层的去了解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的思维模式，那
昨天呢，就有一个菩萨，他来跟我讲，他说：“你的脚为什么都不会好？”那当然，我在前面就很多因缘嘛，就讲说以前当什么，说很多，这是比较一个负面的因缘。那到最后这一次的话呢，他并没有讲负面，他说你跟你的观想或者是你所认知的太过表面，你并没有深观。那他就跟我开示呢，就讲了几个重点。我想这个可能跟各位未来在修行的路，或者是家里有佛堂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啊。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当作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材。他说你为什么你常常要来的时候都很多干扰，或者说最后你这一次为什么你众生要拖你回家？因为你们家的众生不希望你来极光寺。那我就很纳闷啊，我说我带他们来是让他见到光明的一面，让他走向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路，他们怎么会不喜欢呢？那这个思维都是我们的想法。那他是跟我讲，他说你们因为我从出来以后，可能我过去生也担任过很多像古董商的买卖，所以我对这个古董艺术啊，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参加很多国际的拍卖啊，大概有将近40年的时间，就是一直有参加国际的拍卖，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整个国际的市场，对佛像啦、香炉啦、玉器啦、杂项啦，或者各方面来讲，或者是檀香啊什么这个方面，我就变成很喜欢，因为这个可能跟我们在学佛里面呢、有相关嘛，所以我认为说，我因为学佛，所以我一定要这个东西好像一个恭敬。那刚开始当然没有学佛的时候，这个东西你是把它当做一种保值、赚钱，或者是当做买卖的角度在思维。所以我们家的佛像基本上来讲可以说90%都是古董，所以从魏晋南北朝到清朝几乎有80%都是皇宫的东西啊，连用的香炉啊什么几乎都是皇宫的东西。那我们的起心动念啊，认为说这是一种恭敬心，我用最好的来供佛，用最好的来是诸佛菩萨。那另外一层身为的角度呢，你看佛像有汉传，佛像有藏传，佛像有这个东南亚，但我东南亚大概没有了，但主要是那最美的佛像是来自藏传佛教，因为藏传佛教是目前拍卖的主流。那因为他们的在这个藏教当时是很兴盛的时候，所以他们在尼泊尔所铸造的一些像藏教的像观音啊、文殊啊、这个大日如来啊，或者是所谓他们的很多的名相的这个东西啊，都非常的精美。那我们在请佛像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一种就是觉得说佛像就是我尊敬的，所以我就拍了买了以后啊，我就中间就摆释迦牟尼佛，旁边就拍卖，都很不同时间拍卖，可能中间是明代的释迦牟尼佛，可能左边两边呢可能是清朝的鎏金的文殊普贤，那供具的话可能是什么等等，或是等等啊。那他是跟我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他说你这个佛像的来源呢、如果说你在宫廷，那宫廷当时有宫廷铸造的，都是一个宫廷的铸造师嘛，然后宫廷都是一个皇家的专属，因为以前在民间是不能拥有皇家所做的鎏金佛，所以如果说你正常的鎏金佛绝对是官方的了。那你这民间的那个鎏金佛呢，是一个很粗的，或者说很多像我的朋友讲说啊，我家鎏金佛很大，然后这个你来帮我看，我说不用看，一定是假的，因为以前都有战乱，所以正常很美的鎏金佛普遍来讲高于30公分以上的太少了，不是说没有，而是很少了。如果说你有几百公分，然后都是鎏金的，我是跟他讲说你不用看，这个一定是铜的，再加上镀金而已了，这绝对不可能是鎏金。好，那我想这个是古董艺术的判读的另外一面。那或者有一部分的佛像呢，像尤其在魏晋南北朝，它是一个战乱的时代，
所以很多佛像呢是经商顺利，因为以前你看我们在下午在送的时候，那经商啊，然后如果赚钱啊，平安回来啊，所以就做一尊佛像，然后来报答，或者是说求平安，然后或者是子孙呢，这个长辈往生，然后就是把它做一尊佛像来纪念，或者是来供奉在寺庙里面，然后来当作一种对父亲的思念。那用意都很好，但重点呢是说，你子孙所供养的这尊佛像，对往生者来讲，他的我执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所以他的灵就是在那上面，或者是说我这尊佛像是皇家当时供奉的，那很多宫女啦，或者是妃子啦、皇后啦，不管了，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供奉过的，他往生以后就很眷恋，他认为说这个东西会带我去西方的极乐世界，所以呢，这些的灵体都会跟着这个佛像，但是重点是说佛像本身它不会说法，它只是一个金属，如果说以像来讲，它就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铸造的东西而已嘛，它本身也不会说法。那你今天迎请到你家里来供奉的话呢，就变成说你供香供花供果，那他就享受这一种供养的一种福德啦，就是说他就在里面，他就不愿意走。他如果说，他说你们家供奉的水果，供奉的茶，每天都有茶，都比极光寺好。他说我干嘛去极光寺干什么？你们家吃的东西也不比极光寺好，我就不要去。哦，所以这是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哦，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来讲，他说有啊，你做客我也跟你做啊，然后你诵经我也没有偷懒啊。哦，那我也参加，那如果说我就功德啦，我就学佛啦，那我干嘛去极光寺那边那么多人集章传布什么十方法界，然后去那边的话没有，我也不能带宫女，也不能带太监，然后也不能带妃子，然后也不能带等等等，哦，佣人都不能带，然后我去那边跟人家挤通铺，我干嘛要去，哦，所以他们就可能各位都没有思维到，我想我都没有思维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说，那另外的佛像呢有不同，哦，所以他说你们家佛像摆起来很庄严，看起来就像一个庄严的净土，但事实上来讲，那是一个很乱的五线谱。什么叫无论五线谱呢？就是说佛像有藏教，有汉传，哦，有南传，有印度，有尼泊尔，有各地。那每一种宗派它都有一个它的一个我执，哦，你说我们净土啊，你是从有门入手，禅宗是从空门入手，哦，有的从中道入手，有的是从等等入处都不一样，所以他有时候虽然尽管是讲诸法平等本无高下，但是在他们那边的境界分别得很，他很看不起你的，等于说你要学禅宗人，哎呀，你学那个净土拜什么，学了半天我直接就可以入到自性的空性了，我就可以立地成佛了，极深成佛了，哦，但是有没有入一回事，但是他们讲出来的观念，哦，就是每一个人格格不入嘛。你我想不要说无形界，在我们在台湾的各道场也是一样存在这一种问题嘛，哦，所以各道场之间很难相处，就是说各有执见，各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呢，他就说我回去以后啊，这个要定一个目标，就是说你们，因为当时我买这个房子，我并没有说要住了，因为当时我住家的旁边刚好在盖，那我想说那时候我太太很发心，那时候我们在某一个山头，他说我们可以当共修，哦，所以我们当时设计里面都是什么禅房啊、佛堂啊，然后这个那个厨房啊，哦，就变共修的话，大家完了以后请法师来开示啊、说法，然后完了以后可以一起吃饭啊，都一起弄啊。所以我们当时也买了那个房子，也等于是买了170坪，
那一百七十坪的话，那后来我儿子从国外回来就旧房子给他住，那我们两个就搬到这个新房子来，那我们就两个人。所以当时我太太每一次在打扫的时候呢，就从头扫到尾，她这个她最后她的她说她的腰会坏，筋骨会酸痛，都是整理房子的关系。所以他每一次讲说，哦，我们换一点小房子把它卖掉，我们去换一个三十坪就好了。哦，他的观念也是很好，但是每一次讲到这个话，他一定会被跌倒。他一定就我跟你讲，你不要乱讲了，因为你当时花的心呐，所以你当时买这个房子的心是要来当做一种道场，所以你现在反而说我不要这个道场了，是不行，因为众生已经进住了，哦，所以等于说有那个这个众生已经进来了，那进来以后的话，你等于说你要把他赶走。等于说不让你住了，我已经搬家了，你们就各自找地方去吧。所以他们就会惶恐，惶恐的结果呢，他们就会推你。哦，那所以你在一个家里面，我们当时也看到说，像我有时候小孙女，因为她也是一个可能也是一个师父在投胎来吧，所以她看到每次看到也某个地方就会讲怕，她会怕。所以我想你不用怕，你跟他念，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不用怕，你就跟他念阿弥陀佛，就怎么等等。所以他就今天有特地讲，他说有时候看到小孩他会逗他嘛，或者是说会视线不同嘛，那因为小孩子可能在某一个三岁以前，啊，可能还有一个阶段，啊，他可能都还会看得到这个东西，哦，所以他就会被心神会不宁，哦，那有的时候当然是我个人也确实为什么会很多多梦，很多梦的话就变成也不是好事，哦，因为梦的话可能就这里面众生多嘛，有的 A 他希望是怎么样，他就跟你搞一个梦给你，跟你说哎，你拜托我做什么。那另外一个可以讲说啊，他希望家里有什么问题，或是你家里有什么问题，有好意有的坏意，或是有的私心有的是为你，所以你这个梦境很多，你睡眠也不好，哦，那当然以我们来讲，好像很多的梦你总觉得说这很多都是来的，我来西方寺以后，就很多人讲说啊，就有人找我，那找我的就是梦境昨天跟我讲的，所以久了以后呢，我可能就会对这个梦境啊，就会有点执着，等于说你把明明看到都是真，哦，来的话，你要印证西方寺跟我讲的，就是梦境里面讲的东西嘛，那这个可能就是对一个修行的路是不好，哦，因为你梦本来就是一种意念或者某个因缘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你梦中追梦变成梦中两头空，那你久了以后呢，你就会沉醉在梦境里面，那你可能就很难了脱生死，因为你一直在境界中，你不认为它是一个影子，你认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你在一个为什么我们常讲说水月道场，因为我们水月道场就是一个在大乘佛法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讲一个字，就是幻，如幻如梦的幻，哦，他认为说你所看到的一些境界都是因缘和合而已，都是过去生中你的影子透过你的因缘透过你的意念所显示出来的这个影像而已，就水中的月有没有月，有，但是影像你抓得到吗？没有，所以你捞不可得，哦，所以他认为说你一个大乘佛法里面，那如果说你一直在讲说梦中的月是抓得到的，或者说梦境是真的，真的假的是一回事，好，哦，等于说，但梦很多时候，你说梦禅老和尚他有梦事嘛，那他有指引很多东西，或者我个人也有很多经验，那你不能说假，好，哦，但是你里面可能到时候有一个众生，或者是有一个冤亲债主，他也会造不同的梦给你啊，那你认为久了以后，你认为说这就是真的，那有可能你也会造成很多的误判，或造成很多的情况。所以你的心就不能够很自信的清净，你就会靠在影像里面去追逐真实的东西，所以变成了不可得了，因为那你就很难回归到你的自信，你就一直在追影子追影子追影子，所以你可能在修行的路反而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是这样子。所以那一天有一个以前我的应该是我的师父了，他不讲他是谁啊，他说：“我问他谁，就是分别，就是说他要破我的我相。”所以以前有时候我们会分享嘛，等于说啊，我昨天梦见什么什么，哦，那我们在这边很方便，哦，
那连友都会提供啊，这个大概什么，这个什么意思？那有的是就直接出来讲，有的就说私下就会了解到，哎，大概是什么问题？哦，那他说你对你有意义吗？你存在的东西你能解决吗？或是就是说你尽管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你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反而增加你很多的困扰。讲好的你高兴就执着了，讲不好的你担心，那担心的话于事也无补，那也不一定是真。哦，所以他意思是说，你一个在修行的路上来讲，不要去抓影子，在梦中造梦而两头空。哦，所以他这个菩萨他跟我讲啊，他说你的心愿当时如果说有这个利益众生的一个前提，那你也不能够随便说你要来就来，要走就走，因为他们很多贪图你的供养，等于说他来喝一杯茶就走了，他来吃个水果很好啊，哦，日本葡萄啊吃很好啊，就走了，哦，那你对你家就变成干扰，或是对你的家就变成失掉那个庄严。所以他就说，可能我们莲友里面家里也有很多佛堂的设计啊，什么等等哦。或者说你在共修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定个规矩，你的意念就是要跟他们讲，他说有五个一定要坚守。第一个一定要要求他们要如数，哦，一定要如数。第二个一定要来跟着你要来极光寺，然后要严守极光寺的规矩。那第三个进出要经过家里护法菩萨的同意。那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跟你做定课，一定要做定课啊。那第五个呢，他认为说你来极光寺的时候你不能有理由而不来，就你来极光寺他们也都不要来，因为你来这边的话就一大堆人啊，一个十方法界啊，所以他们就宁可养尊处优，他就宁可说就躲在家里，他就不跟你来。所以你尽管观想说我来，所以你一定会跟着来啊，所以我教成你们，你们很高兴才对啊，那是你在想。好，所以他们很多就会贪图在一个你的供养里面，所以规定我来一定你们要来。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要你才能够进到我的这个家里的佛堂，不然的话你就拒绝。好，那如果说你有更好的去路或者更好的地方，你就随你便，你也不要当作烂好人、烂慈悲去广纳这种一种朋友，造成你道业上不一定精进，而且会造成很多你的困扰。哦，还有呢，他也讲说很多佛像，这以前不是祭祀嘛？那祭祀的话，纪念祖先呐，啊，哦，像我们的很多佛像，以前有被我捐出来的话，后面都有刻嘛，啊，什么隋唐哪一个时代，然后纪念祖先谁谁谁，然后就立佛像为当作一种功德回向啊，什么当作这些嘛。然后有一次师父去我家，他看到我，就师父也是很厉害的。那师父的表达，他说比较用白话文，哦，他不会说也不能来跟你讲，就比较讲文言文，你就会在意嘛。那师父就用平淡，因为他也不好意思强迫你说你那么爱的东西叫你捐给人家了，叫你去卖呀，哦，他也总是不好为难居士嘛，所以他说啊，林老师，你这些东西哈，哦，最好处理掉了，哦，不要那么多，你会费心，哦，在这个上面啊什么等等，所以他就规定我一定就不能再买卖古董啊，不能拍卖佛像，不能买，他是讲得很圆融所以他就教我说，你要卖的佛像啊，你就跟他讲你去找你的子孙，哦，或找你有缘的人，或找你不一定吃素但也可以学佛的，或是 不一定要受很多规范的，哦，你认为说去哪边你比较自在，那你就随缘吧，哦，所以那个药的话就帮他们喷点咒水，然后跟他们讲一些意念的传达，完了以后呢，所以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我有大概有五尊的佛像，然后在一个拍卖会里面，啊，一个早上全部卖光，哦，这可以达到说100%的销售率，哦，那这个你佛像本身的这种东西，哦，虽然佛像它是死的不会说法，但是佛像里面的东西是有生命力的，哦，所以它是有活动的波动的，哦，所以可能就是我这一次的因缘，所以他要我弄完以后我的脚慢慢的才会好，在
修行的这个路途啊，才会进步。不然的话，你这个众生会牵绊你，就是会百般认为说，你认为你在精进，你认为你要带他们，但是他们的思维的模式的逻辑不一定是这样子。好，所以常常我们在世间也是一样嘛，我们都常用一个很好的心，我这样是要度你啊，我实际上是爱你啊，哦，但是到最后回头来，你总认为说啊，这个你这么不领情哦，等等，我想很多就很多哀怨嘛，哦，那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在一个世俗的观念里面，不一定我们都站在一个对等，应该有对你好，又应该有相对的回馈，哦，但是往往你在一个因果论里面不一定是这样子，哦，所以我想这个今天很精彩，因为可能有一部分的莲友啊，家里可能有这个佛堂，或是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今天是用我的例子，可能有一部分你们会用得上，哦，或是有一部分你对佛像的看法等等，应该会有不同的一个立场，好，那就今天分享到这里啊，好，谢谢，谢谢林老师。